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就是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和展示上面。静息青铜器是近年提出了一个概念。春秋中期以后，静息青铜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，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。静息青铜器中有很多各有特色的点型，大部分均为人所熟知，但有一件礼器，它曾经流失海外，回归之路比较坎坷。直到2019年，这件重要的器物从境外成功的追回，它就是晋公盘。晋公盘呢，它是春秋中期的一件器物，是一件水器，它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和器物圆雕。如果水倒上去冲击的情况下，它都可以360度的转动，所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件器物呢，也是晋文公给姑娘出嫁的一件嫁妆，它上面含有183个字的铭文，整体记述了当时唐公、晋献公还有晋文公他们当时的功绩。晋息青铜器是东周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，呈现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大成就，对青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影响深远。